哎，奶奶，我是阿龙，欢迎回来我们边缘世界生存啊！怎么真的想说生存的呢？欢迎回来我们边缘世界的实况啊！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呢，就要来扩建我们的不是对，不是扩建，应该说我们要来建我们的医疗师。那不总不能说一直养他在这边嘛？对，所以呢，我就决定说，来把这边这个区域啊，弄成这个医疗师了啊。我本来想说是弄在这边的，不过说啊，感觉这边好像之后啊，不对，这边说不定盖在这边会比较好哦。啊，那我们就盖在这边吧。啊，这边之后说不定我们可以拿来盖一个房间这样啊。就这么决定了啊。那我们稍微的挖一下吧。哎，那医疗室其实不用太大啊，对，因为毕竟如果太多人受伤的话，其实那基本上已经等同于 game over 的了啊。OK， 也要有人去做才行啊，没有材料做不了的。然后你不用去睡觉吗？啊，你是睡好睡醒啊。OK， 那除了做这个医疗室之外呢，我还想说，看看这集有没有办法来把我们的这个植温地啊，这个渣泥呢，改一改这个地板啊，铺一下这个地砖这样啊。哎，对，就是用大理石。其实我不知道够不够哎，1400哦，还够哎，哎不错。那先把我们大厅跟主要休息区域弄出来吧。哎，搬一搬走啊，麻烦你们，搬走。然后啊，这个屋顶也麻烦你们了啊。对，这边没有屋顶啊。其实可以先建哦，可以 ，OK， 那就变回室内的。哎，还是露天，哪里没有屋顶？哪里？躲个的。对啊，还有哪里啊？应该是这边的，我猜。啊，所以给他多来一个。搭建。火山寒冬，远处的一个超级火山喷发了啊！这，哇，这是火山灰啊！哇塞，这下本来已经很冷的情况，它变得更加的冷。哎，然后你们真的到处堆雪人呢，你们也太可爱了吧！在这个很冷的时候，你们还这么有深情去堆雪人。嘛，身在于澳门的我来说，可能下雪的时候也是说，看到这个下雪，我也是可能会先去盖一个堆一个雪人再说啊。哈哈哈。哎 ，OK， 那这样子。看看哦，一二，对，这边过来，哎 ，OK， 我知道，哦，断电了，这边不能讲了，困了，这两个先关掉吧，哎，废柴，黑身，关东西。因为没有什么可以做，所以我就只可以把你叫做废柴，然后你去做一些无关重要的事情了。OK， 然后多位访客，好，欢迎，ようこそ。这样子，那我们一个小小的医疗室就完成了啊，大约看人数再增加这个床位吧。不过通常说倒两只就基本上就不行了。想要交易啊？好啊，交易也算是这个废柴可以做的事情之一了。就11点，这么这个电的
存量好像变很慢呢。多米，啊，你先去做一下，做一下这个衣服吧。好，看看啊，这个弓箭我卖给你吧，我不需要。你有零件吗？没有啊，你只有右跑。好吧，哎，他有草药哎，我们要不要跟他买点草药呢？还是不要了，我们赚点赚个几十块吧。这个比较差一点的弓箭，就便宜一点，算你便宜一点了，30块卖给你了啊。然后啊，多米跑去哪了？哇，他跑去拿这个布了。啊，早就叫你搬，先搬回家那边，又不听。那其实说，其实这个地图上树木还挺多的，所以说也不用太着急说要在里面盖一个，盖这么一个小温室，该这样说吗？露天区域，所以这边是露天的。这个电力晚上肯定不够用啊，该多想一个方法来多弄一产一点电力啊。多修。要用风力嘛？哎呀，太阳要搬。风力的不是说不行啊，只是说现在这个情况下用风力真的是一个好的选择吗？风力也算是一个用，一直可以产生电。又掉一块啊，好多格子啊，看起来好难，好难受啊。那我们，先看它发展一下吧。也就只能这样子啊。那至少这个太阳要搬显了一下之后。反而这个电力没有扣的太多，多米，不，你不是多米，这边的地怎么变成这样子啊？台地好难看啊，无法生长，太难，不够。连两台这个摘叶器都不够啊，难得有库多大，不是你，是你 啊，三台给你。哇，我们的狐狸，不要啊！哎呀，你快点跑！大丈夫か？一个季节，扣啊，妈扣八！你知不知道我训练他训练的好辛苦的？你这个。你还吃？哎呀，我们的白狐狸他吃鸡了啊，没办法。怎么会这么不幸运的啊我？然后整个地图都是尸体啊，哈哈，哈哈，
好像也没有坐狼什么的，哎呀，也没有什么狐狸可以让我捉。抱歉，对，这是什么？伤，哇塞，这整个地球都是尸体，你们怎么不想吃啊？你们故意咬吗？哟哦，哎呀，结果跟了我们2级，三级还是三级的白，他就升天了，那边当去了。你们有没有办法可以帮忙拖个东西之类的？不然靠你们两个打又不能打的。啊，多米啊，你是要不要先把这个先做好啊？哈，你拖多久了？我们也没木头了，看点书。不然店里也可以是讲不回来呀、啊。你研究有益啊，那你去研究吧。至少，反正你都没什么可以做的话，那你去研究一下吧。啊，对啊，反正你都没什么可以做了，那你去研究一下呗。从田，甜甜的，哦，你跑去哪？跑去搬尸体了吧？才应该是，哈哈。好，那我们在这个情况，我们默默的看着他吧。填一下颜料哦，砍掉，这边三棵树都砍掉。哎，哦对哦，现在这个天气问题啊，MC 啊，你先换这个衣服吧。OK，现在就没有人怕寒冷了。够木头了，把这边树全部树砍掉了啊！让我们的至少让我们的废柴可以有点事情做。初步了解啊，那也不至于我们的研究可以一直停摆呀。那你们怎么都？上面的这一台呀、啊，完全没有在做事啊！你们先停那一台好不？哎，good job，就是这样。哎呀，然后这边之后再规划一下呗。现在这个时候来独角兽。现在这个时候来，真的，你千万不要被吃掉哦，跟你讲。哎，这两个，这个电都还没除好，这两个先关掉了。起来哦，废柴帮忙哦。而且现在有一个情况，就是不能依靠这个太阳能啊，这个火山冬天啊。那你，你回来，废柴被攻击啦！哎，废柴，快走啊！快废柴！啊！你还咬？你咬个屁！还咬，要死了！
废柴他领便当啊啊，嗯，哈哈哈哈哈哈哈，嗯我不知道要说些什么就是了，哈哈哈哈哈，没法了，那这个可以删掉吗？那死掉你就消失，也就是从上面消失掉没？还是说你一定要这样显示在这？不要吧，好麻烦呢。啊，哎，他我这个有麻烦，怕麻烦啊，又碍眼。我们读取，我们读一下传达吧。那我们顺道也画面也跳一下，毕竟他这个。不知道他要走多久，所以呢，我们先读一下存档，然后我们把这个医疗室完成一下吧。这个人手严重不足啊，我们先跳一下。那我本来想说呢，让他放置一下，让他做什么？结果呢，他这个狼啊，一直跑过来，一直跑过来，一直跑过来。你看，又有两只啊。哎呀，服了你们了！哈、啊，先去换个手枪。他满个地图都是狼啊，所以呢，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不得不去带新锁啊。哎 ，OK， 没事吧？啊，这是咬伤而已啊。哎，快点去休息吧。哎呀。你看，整个地图都是狼，哎呀，我攻杀这些狼，我就食物就不愁了。那现在状况的时候是进度，应该说，就暂时就先到，对，做到一半，然后狼就跑来，做到一半狼就跑来了。这个冬天好麻烦啊！哈哈哈哈啊，然后啊，废柴，所以你刚刚领便当啊，废柴。但你，我现在觉得你很有用啊，废柴，可以跑去做一下事情嘛，废柴啊，好了，我不要一直叫废柴了。虽然你很多东西都不能做，但你还是我们这个，这个殖民地这个家的一份子啊，啊，我就留点口福吧，啊，就不要一直骂你，说你废柴了啊。然后你就把公式搞较差点，那你先去用这把比较好的吧。其实弓箭射程比较远，但是这个准度不够啊。好吧，那至少现在是研究有人研究了啊，不过状况可是不太好。哎呀。我玩这个难度的时候还真的没有把这个资源给考虑进去啊。那顺带一提呢，说这个存档啊，它的难度呢不是建造者，就是比较难的啊。那想说我来挑战一下自己啊，这个好像越搞越痛苦的，那是挺有挑战性，挺好玩的啦。有困难啊，不过我是觉得说比较简单的那个建造者我也可以玩到套的满地就是血啊。哎呀，玩这种我真的是没事找事做。先换掉吧，不然我就要研究一下这个，我记得好像可以制造这个，对，机械加工啊，我们先要的段子哈，那个地液发电吧啊。OK， 那就在我们说着说着的时候啊，这个地板啊是铺好了啊，然后呢，那你马打开，我是鲨鱼啊，马打开哟，你烦不烦呢？啊？你来挂，
哦，不要，要被咬到啊！要被咬到啊！这个可恶的！啊，你这个一个季节里面每隔个两三天就被咬一次，每隔两三天就被咬一次，谁都没有生那么快啊！这个箱猴都还没飞过啊，你们就这样子搞，你们是不是故意的啊？吐血吐血吐血！这个感觉，我突然发现，说我是好像是只要玩这款游戏，我的这个悲剧就会不停的一直发生，一直发生了。这边 OK 了啊，那这个。让它做出来之后，这个风力发电应该就没问题了。那至少我们又多一个发电方法了啊。OK，生长季节已来临啊，什么是生长季节已来临啊？明明就是温度已经够了啊。那这边就把这个墙壁打掉吧。两个连在一起的温室啊，春季到了，哎，春季这么快。不过你这个春季跟这个夏季也是没什么差别吧？不对，你这个春天跟这个冬天没什么差别吧？还是很寒冷呢。是不是应该？该弄到多弄一个给他啊！不要，我们先这样子放置一下吧。我们也可能说跳一下，毕竟我们现在要研究这个地热发电啊。对，要研究这个地热发电啊，你要慢慢，对，让它慢慢搞一下吧。这个我是不是算了，反正。也很去做就好了，至少你这个生的能力应该会比他们两个快，要来得快啊。所以呢，这样子我们的废柴终于变成了博士了，他专注研究啊，这个位置被拿走了啊，没关系，你们谁去研究都行啊。那我们呢，这边先跳一下啊，你看这边满满都是水啊。每隔个两三天就被咬一次，每隔个两三天就被咬一次，我服了你啊！看来整张地图的狼，就因为跑过来想要吃我们的植物人，被我们打死了吧？整个地图除了我们这四个人以外，没有别的生物了啊！这一集我想应该可以来叫做冬天，就是猎狼狩猎跟被猎的季节啊。麻烦事，那我们先跳一下啊，我们让他研究一下这个地热发电，我们等等回来。没有错，现在我们呢，这研究差不多了啊，然后我们家的山羊被攻击了，村里应该救不了他吧？果然，哎呀，什么时候又来一只啊？哎呀，哒哒。还生气哈？这群羊的枪法实在是太准了。算了。这群羊的枪法实在是太准了。然后这个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个，是哎呀，这边怎么？没理由啊，我只是换掉这个墙而已啊。那我还顺道呢，把这个墙给改一改哦。那把这个墙啊换成石头的啊。至于指纹地里面的呢，就不要换了啊。那至少睡房什么的地方啊，就直接用这个木头的了。木头感觉比较有感觉啊，我是觉得说。
那这边你这一段也改成吧，这边也改成这个石头墙壁吧，哎，那这边有的搞喽。我们一边看着这个研究完成，哎呀，OK，那我们顺道呢要研究这个锻制，那这个锻制呢就是让我们可以做这个机械加工啊。我们可能呢这个零件会不够用，所以呢我们可能要做一要靠自己做，挖就可能没有那么多可以让我们挖。木板拆掉。但是嘛，哎，那屋顶塌方，哎呀，被压到了，被压到了，受伤了，受伤了，啊，对，这，那可能刚好吧，哎，那快点收一收啊，哎，还有一只，它在煮东西吃，煮。你看，我这个狼鼬啊，它完完全全就是靠他们，都是他们过来咬我的，不是我去咬搞他们的啊。然后它存着存着就要200多块狼鼬啊，这个也太夸张了吧！哎，晕死晕死晕死了！OK，那我们这一段呢改一改吧。哎，对不对？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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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终于有这个地液发电池了吧？啊，好，勉强还是够的啊，这个电力。我们怎么拉呢？这个电池啊，先等它做完吧。我们有这个地液发电之后，我们就至少我们这个发电呢就不用，这个发电量啊就不会说太发精神了，精神，精神哈，太发精神去搞了啊。人住屋顶啊，如果这边不没什么的话，没什么问题的话，那我想在这边做一，做两个太阳能啊。毕竟太阳能其实也算是挺有帮助的一个能源了，挺有帮助，挺好用的一个能源才对啊。不要，哇塞！拿强矛的，那如果有火候的话呢，我还挺想说抓一两只活人回来帮忙啊。哎，那我稍微的，先用一点木头盖一个小小的防御措施吧。哎。好，门，那我们盖三个门头，然后在这外面盖一个沙包，然后呢，看别人呢好像是可以让做一点东西出来，让他们要穿穿的啊。好，别睡了，你们快点去做，敌人打到来了。结果啊，算了，你喜欢的啊。OK，结果发电3600啊，好赚啊！因为这个火山灰真的不知道要持续到什么时候。OK，锻制完成。那我们就来什么好呢？机械加工，对，我们的目标就是这个嘛。那你不要冥想啊！敌人来了，你冥想什么呢？你看，哎呀，我是服了你！你好不冥想，迟不冥想，你现在时候来冥想，你不是吧，老哥？哎，我服了你了，哎，这个。哎呀，老哥，你现在，你什么时候你在冥想？
我也是服了你了。OK， 喂，那你去救他。 哎呀，快有那么辛苦，想出一个防守方案，你这样子搞我，你不是吧？你冥想个什么啊，老大？我求你不要了，好不？哎呀，我是服了你了，我是服了你了哈！我服了你了，服了你了啊哈！哎，说再多都没用啊，这个危机我们是撑过去了啊。 看看，贪心就不要了，精神病，格斗节，那至少这一只可以搬个东西。你们直接走就好了嘛，为什么要拆我的门呢？哎，算了，随你了。哎，服了你们。 啊，你不要研究啦，先做一张强样机，休息一下好吗？哎呀，有时候这个 AI 真的是有点气人了，让人生气啊。特别是我这种比较激动的人来说，真的是有时候就，啊，为什么你要这样子？你是什么？然后就觉得很莫名其妙。What the hell？ 啊，这是啥子？ 我有没有假腿可以用啊？啊，没办法啊！既然他那只角色腿都被砍掉了，那不是我不想说，不是我不想搞啊，那对，那我们就这集就先到这边吧。我读取一下存档，然后对我又要重新搞一下啊。那我们下一集开始之前呢，我们。 哎，下一集之前不，现在先不要想那么多，先把我们的下一集之前把这个进度赶回来吧。那我们这一集就先到这边结束了。那这个悲剧，各种悲剧啊，不说太多了。那我们这一集就先到这边结束了。那谢谢你们的收看，我们下一集再见了，拜拜。